我说你们两个刚刚叫嚣的时候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连几只鸡都斗不过呢？哎，城里人真会玩哎！原来怕鸡呀！去去！中间那个小白脸儿，这个胸前怎么鼓鼓囊囊的？是不是成钱了？哎，搜搜看！哎，我搜搜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哥什么都没有。你是不是当我们俩傻呢？搜搜就是啊，没有怎么那么鼓囊啊？全世界不会只有这两个蠢货看不出我是女的吧？我就说了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你还不信？哼，你还挺骄傲的啊！别转了，别转了，我让你别转了。怎么还有女的叫声啊？有女的吗？男的吗？大哥，是我呀！哎呦我去，这是个女孩！哎，快去告诉大哥，今天晚上有福享了！哎，大哥，不是，大哥，老长腿大哥，不是，少爷，长腿女的呀！阿六怎么还不回来？谢谢。让一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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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六，让一让，啊！双双姑娘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如此慌张！我们家少爷和丹丹姑娘被一群歹人给劫持了。什么？走，好，好，这边。长腿姑娘在哪儿？腿都那么长，比我还长的那个腿。来来来，大哥，这边。这个女的腿可长了，就是这个。哎，大哥，这个腿是挺长的，就是有点太干巴了。算了算了，这麻雀虽小，那也是肉嘛。今天就让老大尝尝城里的味道。大哥，你们要嫌弃的话，就把我们给放了。等回头，我给你们介绍更好的。我信你才怪！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我，你挨什么呀你？打断我们老大的情绪了，你就是。老大，继续。哪儿哪儿都像，哪儿都像。公子衣裳不妥吧？你看，我无名无份的，要不您先让我还个女儿身？好，旁边我娘子的屋里有她的衣物和胭脂，快带她去还。哦，来，解开送来。慢点儿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哎，这边这边，你看，连背影都那么像，娘子，
娘子，哥，衣服换好了。大哥，你看，小娘子来了。这岂止是像啊，这简直一模一样啊。哎，别跑啊，小娘子。来，哎，上哪儿去？别着急，来，让哥哥先亲一口。住手！保护好小娘子。苍天啊，为什么又被他撞到？什么人啊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！小娘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少爷，我来救你了。你往后躲。少爷，没事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开玩笑了，还这么开心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先走。堂堂盛世下的云翠城，竟然出了你们这帮乌合之众！虽然我早看他姓裴的不顺眼了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一根头发丝儿都没掉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走，起来！真是没想到啊，有生之年竟然能看到裴兄如此美貌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嗯。哼，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嘴还那么贱。怎么那么多事儿呢？怎么有点好看呢？哦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救人吧，救人要紧。我去找东林使，我跟着你，省得你动手脚。这进香的东林使也没问题啊。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？哼，既然哪儿都没问题，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家的玉器吧。你少信口雌黄啊！我启培阁的玉器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愿吧。不过说起来，最希望我启培阁出事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同样的配饰，同样的玉器，怎么你苏玉轩的香氛玉器就没有问题呢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苏玉轩嫁祸你呗？这种事，你难道少干了吗？不是裴大少爷，人说话办事是要讲证据的。我要自己家出事了，就出来乱咬人。再说过了，要不是我今天过来救你，有你在这湖州的份儿吗？你，就算你今天没来，我也能逃出去。哼，是吗？我就该把你留在那儿，给那山匪做妾。衣服换的倒是挺快的。
少爷，正准备找你去呢，他们都在上面。哦，我带你们去。少爷，怎么样？这冻龄石没有任何问题。看来曲浪中说的果然没错，他中的是阴阳降头草之毒。阴阳降头草，粗为阳，细为阴，两者通常会并生在一起，即使被制成干草放置在桌面上，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蠕动，直到两者相结在一起为止。降头草落降后会在人体内慢慢滋生，直到达到某种数量之后，便会以惊人的速度衍生。中降者通常会发起高烧、癫痫、神志不清，直到最后变成行尸走肉、油尽灯枯。这么严重，那能医治吗？这位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娘子，帮我去准备一些东西。好。姑娘，姑娘，你熬的黑骨血到了。双生姑娘，你会点穴？啊，只是曲郎中教我用于封住穴位，防止气血回流而已。为何双双像变了个人一样？阿玉，我们去把曲郎中的药煎一下吧。是。几服药下来，夫人的病应该就可以痊愈了。多谢救命之恩，多谢救命之恩。这位大哥不必客气，幸亏夫人中毒不深，否则的话，怕是谁来都没有办法了。姐姐，你真厉害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本事？啊。只是碰巧遇到一位神医相授而已。这歹人的手段如此阴毒，一双务农的夫妇不可能招来如此怨恨。或许他针对的应该是这一次的香氛玉器吧。裴少爷，多虑了，一个新产品的门类开发而已，怎会引来仇恨呢？况且这是城主大人亲命的，想必就是和启培阁的积怨之人恶意报复吧。积怨之人，看我干什么？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不是我。再说了，我要真下这毒，我直接下在你身上不是更好吗？嗯，也是啊。嗯，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，你终于醒了！娘子，太好了，终于醒了。您再仔细想想，真的没有人动过这玉镯，或是掉过包吗？不过，我在买完镯子回来的路上，路过了一家针线铺。这是启培阁新出的香氛手镯，怎么了？镯子漂亮，香料也沁人，只可惜这绑着的五彩线却略显得粗糙。
我们针线铺新出了一种七彩线，虽然外观看起来相差无几，但佩戴起来却觉得更加柔软亲人，绝不磨手。你要不进来看看？那就看看吧。您看看，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彩线，我花几文钱买回来的。这不仔细看的话，根本看不出是七彩线还是五彩线。琪琪，你看。这是阴阳降头草落降后留下躯壳，他们一定是设法将这毒草融入到线里去。这两根线一阴一阳，断然是烧不断的。想到了玉器，想到了香料，偏偏没有想到这小小的衔接线头。看来这代人道行不浅啊。真是卑鄙。那您还记得卖您彩绳的那个女子长什么样子吗？我记不清了，反正长得挺周正的，是一个漂亮姑娘。这就我们从何查起啊？至少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只要找到那间针线铺，一定能查出个所以然来。现在既然人已经救活了，我们这件事情也有线索了，所以说此事和谭某的香料无关。我就不打扰各位了，我还有一些工作，告辞。哦，那无妨，能帮到你一二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要走就走，哪儿那么多话呢？告辞。告辞告辞。哎，少爷，那我们现在就杀去那个针线铺。不，现在过去只会打草惊蛇。今天晚上你先派人过去盯梢，明天一早我们再浑水摸鱼，伪装成客人，一定能查出个一二来。好，看来也没有那么笨嘛。那我就好人做到底，今天先派些人帮你盯着，至于明天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走了。姐姐路上小心啊。嗯，那我们也就不打扰了。哎，两位恩公，你们为了我的事儿操持了一天，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，要是不嫌弃的话就留下来吃口便饭吧。是啊，我还昏了头，到贵府上去闹了一通，实在惭愧，就让我们弥补一下啊。这对啊，这天都黑了，郊外赶路多危险啊，还是留下来吃顿饱饭，再踏踏实实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再赶路也不迟啊。是啊，说的也有道理哈。不知道培培住不住的馆，我们还是不打扰了。走吧，少爷。既然人家那么热情，不如今晚我们就在此歇息吧。明天一早还要去针线铺呢，大晚上回去难免会叨扰到娘。可是。放心吧，我住得惯。嗯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刚刚那个饼还有吗？啊，我再重新给你做一份。好。那就辛苦了，有劳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好，这边请。少爷请。走，走。这边，这边。这么一间名不见经传的针线铺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阿玉，带人连夜守在这儿，不要放过一丝一毫。如果可以不打草惊蛇，也可以潜进去探探。是。你们几个那边。是是。你们去那边。是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看见你忽然为了对家启培阁的事情这么伤心，有些不习惯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照理说，启培阁这些年一直行事低调，不应该有积怨如此之深的仇家。这几支笔吧，还是查清楚的好。还是少爷深明大义，双双佩服。再说了，你妹妹还在那儿，不管与谁针锋相对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少爷，天色已晚，
您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今天累了吧？确实有一点，而且明天还要去针线铺。累了，为什么不早点休息啊？也不知道是谁要玩火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谢谢你，陪我玩火喽。其实我要谢谢你。那我可得听听，你要怎么谢谢我？谢谢你舍命救我，只不过这个形式啊，还是谢谢你。这形式怎么了？这叫格局担当，不然怎么样？我还能跟那个丑画师一样什么都不做？对对对对对，刚刚还说自己有格局，人家呀姓谭。好，那怎么样？我要像那个老谭一样，什么都不做，我可看不惯你被欺负。我之前就听说过，你为了维持生计接过很多工。但今天又听那个老谭说，你还当过马官呢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很心疼的。哎呀，这没什么，我都觉得这是生活给我的礼物。现在想想，我还挺怀念当时走街串巷干杂活的日子。我以前啊，和姐姐相依为命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就像是一块砖一样。哪里需要就搬到哪里去。所以啊，我一直想当一名非常优秀的监狱师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和姐姐开一家店，也过一过无忧无虑的老板生活。放心吧，丹丹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。下午，你跟大哥这样一下，跟谁学的呀？那我就这样，那还用学吗？对吧？平时哦，花满楼是吧？没，不是。你是不是跟那什么花店姑娘学的呀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跟谁学的？我你肯定跟他们学的，还是有别的姑娘，是我不知道的姑娘吗？月下水银星满天，你还装？眉间有了为谁编？我没有啊。晚风落影夕阳前，深渊年年谁为先？等繁华飘落你的。少爷，这是添加香料后所有首饰的营收情况。再核算一遍，拉个明细，和所有款式的样品一起送到城主府去。是。少爷，怎么样？前半夜的时候没有什么动静，我就在后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溜了进去。我看那针线铺除了染料就是线品，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你确定每个角落都查遍了吗？我确定，不过那针线铺被打理得过于干净，反而有点奇怪，就好像。好像被人提前整理过一样。不应该呀，收到线索之后我们是第一时间回城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娟儿啊，娟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儿了。赶紧的，都堵上，快点，晚了点，那边再过来几个人，快点，那边再来几个人，快点。
杨妈妈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用了你们素雨轩的首饰啊？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，不要胡说八道，颠倒黑白。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就是你们家香氛首饰出了问题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你，哎呦，崔掌柜，快来人呐，扶着点儿呀！姐姐，快来几个人？这边，丹丹。看来错怪你了。他们也佩戴了器材什么？我们也刚到，过来调查，现在还不清楚。那织线铺呢？那边什么情况？阿玉守了一晚上，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，而且他已经潜进去了，里面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像是被走漏了风声。不应该啊，这件事情应该没人知道才对。丹丹，怎么了？不是说都解决了吗？哎，我说你还敢来呀你啊！他们苏雨轩的首饰用的可是你檀香阁的香料，若是今天真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可别想脱了干系。杨妈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如果事情真的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。但当务之急是解决眼下的事。丹丹说的没错，这是从何开始？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春琴，杨妈妈，那个第一个发病的是花店，花店姐姐。哇，你这个耳坠好漂亮啊，竟然还有一股檀木香呢。这个可是苏玉轩的新品香氛耳坠。哦对了，记得一会儿拿着我的琵琶去孙公子房间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发现花满楼十几个姑娘陆陆续续都有了这样的症状，她们行尸走肉一般，见谁咬谁。我好不容易疏散了宾客，把她们锁在了里面。说起来，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用了你苏雨轩的首饰。她们身上可佩戴有七彩绳？好像是有一些彩色的绳子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个农妇也没有这些症状，这些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毒草剂量大，中毒更深了。双双，能医治吗？这，我可以喝曲兰中试一试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，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救人。我们得进去一趟。我跟你一起进去，你们两个在外面等着。不行。我们一起去。走，把门打开，我们进去救人。这还是那个华灯生平的花满楼吗？这简直就是密室古堡啊。这阴阴森森的，好吓人呐。你们要是害怕，就回去呗。怕？笑话，我培培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。就是战胜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恐惧。走，你们直面，你们直面，去直面，走，直面，直面，走啊！你们先直面啊！谁怕谁啊？你直面啊！你去，你们自己说要直面，你们去直面。谁说我们走啊？走呀！你们先去直面啊！谁啊？你们我干什么？你上呢？你退呀！你去吧！你干什么呀？少爷，那你鬼叫什么都没有。那你们刚才真的没看到？相信我，那刚才真的有只手。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？行了，别闹了，裴少爷，请吧。苏少爷请。苏少爷请。裴少爷直面那个困难。苏少爷，你先走啊。一起。往前。那么夸张吗？
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进门！